大恶魔是谁。嗯，反正我觉得恶魔真的蛮多的。我们可以牛鬼蛇神各选一个。牛鬼牛鬼蛇神，陈玉珍是牛，因为他那天撞徐志杰，那个影片就走。我刚本来要想到我不敢讲，结果我想到赶快念有人，结果有人讲出来。鬼那鬼应该就是像谢龙介，我觉得谢龙介蛮像的。嗯，然后蛇就是王宏威吧，因为他讲啊，对对对，哦、是这种路线的，对蛇拳，然后没有神，然后其实没有神。对，我觉得那一个法院没有廖先祥也蛮像蛇的，为什么？就是他，因为他也是他很喜欢来音的啊。就那天他在王帝宇下面就一直这样突锤这样子，哦、真的、啊。对，但他锤的又不是很大力，然后就被手拉起来说你在干嘛？他说、哦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个动作就跟王宏威一模一样。我真的觉得有这一个有这一幕、哦。还有啊，还有那一天我们门打开以后，第一个冲进来也是廖先祥啊，然后他还大叫哎、欸，然后大叫啊冲进来，然后冲到最前面，然后突然停下来，完全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立法委员吗？建议立院内可以用尖叫机做背心，一被推挤碰撞就会大叫，不用那么累。你是说我们就是前后都要粘尖叫机吗？就是我们的防弹背心是用尖叫机做的，这样不能只有背心，因为陈玉珍会踹脚，所以我们脚里面也都要放尖叫机。如果51个人都这样的话，应该会蛮壮观的，挤都这样。你这好像蛮不错的，就是跟橄榄球员的那个护具一样，对对对，我们要尖叫机护具、哦，对啊，就我们的这边都粘尖叫机、护叫机这样子。龟龟来了。谢谢三位委员持续为民主人权奋战，在议会里的牛鬼蛇神真反不断纠缠，一些小小心意让大家买更多补给品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才可以留到大恶魔。大恶魔是谁？嗯，反正我觉得恶魔真的蛮多的。好，嗯，我还是觉得大啊，反正对不起，恶魔跟鬼，嗯，对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牛鬼蛇神各选一个。牛鬼，牛鬼蛇神，谁是蛇？也是鬼。好，我们可以下次讨论。陈玉珍是牛，因为他那天撞徐志杰，那个影片就走。我刚本来要想到我不敢讲，结果我想到赶快念有人，结果有人讲出来。好，因为大家一定要去看礼拜一的影片，他是怎么撞徐志杰，就是就像一只斗牛。他是头这样子，不过对他 他好几次真的都是用这样的方式，以那个律动感来说，确实是像牛。对，好，那不然好，我等一下回去，如果大家我再催发给大家看，你要干嘛？不是牛鬼蛇神各找一个，为什么要催发那个？不要那鬼，那鬼应该就是像谢龙介，我觉得谢龙介蛮像的。嗯，然后蛇就是王宏威吧，因为他讲啊，对对对，哦、是这种路线的，对蛇拳，然后没有神，他是在打拳，然后其实没有神。对，我觉得那一个法院没有蛇，廖先祥也蛮像蛇的。为什么？就是他，因为他也是他很喜欢来音的啊。就那天他在王帝宇下面就一直这样突锤这样子，哦、真的、啊。对，但他锤的又不是很大力，然后就被手拉起来说你在干嘛？他说、哦、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个动作就跟王宏威一模一样。我真的觉得有这一个有这一幕、哦。还有啊，还有那一天我们门打开以后，第一个冲进来也是廖先祥啊，然后他还大叫哎、欸，然后大叫啊冲进来，然后冲到最前面，然后突然停下来，完全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立法委员吗？哇、哦，真的是有够那个的！你说他不是廖伟强，廖先祥，他是有想要打人，但打到太弱了，人家觉得说，对啊，你手在干嘛？你手在串，他就一直这样子啊，然后就被王定宇拉起来说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这样子就他就很怪的是，我在直播，他就冲到我镜头边，耶！他真的就这样哦，他那天就直接冲进来，然后因为我们全部都坐两排在主席台的，他就冲到最前面啊，而且这样超大声，然后到前面突然发现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人，然后就停下来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我们的先祥啊，啊，好可怕，超快，更像是笑中了，我的天啊，对，真的，他到底怎么选上的？好，那个他怎么选上？他就是、哦、天哪，对 ，tight heart， 很紧的心啊。好，杰佩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你知道我们卡在廖先祥出不来，因为我刚才在想他的停车场，就是你在讲他怎么选，他说他怎么对他怎么选上啊、哦？对对对，因为他爸在停车场，对，扶不出电话，那个、应该是这样选上。八月，我可以先剧透吗？就是八月我们好，我们会找品瑜来代班一集，然后到时候我会开个廖先祥特辑。所以那天会充满了各种，就是他在那么耶，真的是，
所以我跟你们讲，黄杰不只是有笔记本，嗯，我要笑死了。黄杰是有低潮，他是动态影像，我的低潮很满，你们还有写的，不是，通通都录起来了。好，好，期待一下。杰佩都辛苦了。那天是哦，是继续念是好。哦、不能讲，是不是？好，杰佩普辛苦了，抱歉，明天还在忙营队，没办法上街头。为什么我都觉得好像是也是同一个吗？就是应该不一样。然后每个礼拜都有人有营队，这个也是，因为上次也是有一个、啊，他是运动的。上次他说、哦，对，会不会是同一个？不一定，我有点不确定。因为暑假真的很多营队，有有有。因为那天我跟我那天 而且光暑假我被邀请营队就四个，我要去四个。现在开始营队，就是全台湾的那种什么青年营啊、性平营什么的。嗯，好的，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暑假一定都营队一堆。真的，我暑假要躲起来。谢谢你们总是奋不顾身，扑向守护民主的道路。谢谢。虽然一开始颠沛流离。但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哎、欸，结果也很可爱、欸，其实蛮厉害。结果蛮可爱、欸，我觉得结果好像比结瓜好、欸，因为结瓜还是有点贬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麻瓜吗？结果很可爱、欸，结果好，结果好，而且好结果。我刚才也说结果嘞，结果嘞，还有主题曲都有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太可爱了、啊，结果真的不错、啊。这样你跟普马都有 KTV， 我就要唱这首。对，你跟普马都有主题曲。结果嘞，结果嘞，好，谢谢。而且这首可以配那个沈瑶舞、哦。天啊！好，我们赶紧留言。你忘唱，上礼拜忘记了分了两次抖，这次也忘记配。铺配姐真的在立法院内外都要注意人身安全，台南的新闻很可怕。好，建议立院内可以用尖叫机做背心，一被推挤碰撞就会大叫，不用那么累。你是说我们就是前后都要粘尖叫机吗？就是我们的防弹背心是用尖叫机做的，这样不能只有背心，因为陈玉珍会踹脚，所以我们脚里面也都要放尖叫机。如果51个人都这样的话，应该会蛮壮观的，挤都这样。你、欸、这好像蛮不错的，就是跟橄榄球员的那个护具一样，对对对，我们要尖叫机护具、哦，对啊，就我们的这边都粘尖叫机、护叫机这样子。动1059，五一战队好好休息，不要受伤，伤在你们身，痛在我们心。谢谢。好，一零又见面了，立院坏同事很可恶。希望杰佩普在日后议事攻防要注意安全。看到你们如此疲惫还受伤，令人心疼。蓝白利用资讯落差，试图破坏人民对法治的信任。希望有一天人们不用再彼此用的不同去伤害彼此的相同，一起全心全意爱台湾、嗯。真的，嗯 ，Rain， 杰佩普辛苦了，献上一点小小心意，希望都不要再受伤。谢谢，谢谢。熊熊大粉扑。现在大家说全心全意都是用全和的全，真的十全十美、嗯。对啊。